K 跟二都是最大的，我们出哪个都一样，知道吧？哪个都一样。瑞文呢？瑞文的号没有，查了一下没有。谢谢小明在北美的鱼丸出面，还有一分钟开奖啊、哦！一个鱼丸出面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老讷鱼，荒漠屠夫，吃药，直接晕，硬锤。跟他锤没有关系。晕，锤，锤，锤接点烟，太拼。来一首武神贾克斯也行，开E跳上来，晕住锤，锤，再锤，再锤，我们征服者叠的比他快，扑上来锤，现在该我晕住，跳走。好闪，拜拜！谢谢，名字怎么这么难吗？多兰界，我又回来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不闪死了，不闪一个 Q 给我划了死了。看住！这波我们正好闪的时候啊，能回来吃到馅儿，挺好的。哎，没想到我又回来了。好好的补刀。重锤，先把炮车补了。重锤，开 E， 跳上来晕住锤，锤，锤，锤接重锤，接锤，走了。严阵以待。不过这武器大师打着鳄鱼确实不太好打，这波在塔下啊，让他打，让他打，往小兵里边拖他，知道吧？重锤晕住，差点意思。这一个扣我人没了呀。快点 EQ 二练呐！哎呀，点烟没点烟上，这 EQ 的你别，哎呀，这皇子这个 EQ 绝对有问题。你说我给他晕住了，你不往他原地戳，你直接往他原地戳，你又能快一点，对不对？你又能打着伤害，你那骑着不打伤害吗？
也赖我，我点盐没点盐出来。哎，骚分是越南的吧？是不是？越南大爷，我还采访过他呢。我采访过他打比赛，以前搁那个斯内克队呢。哎呀，这鳄鱼怎么跑得这么快呢？哎呀，这挺难打呀，我发现呢，这武器大师打鳄鱼确实不好打，没人帮是真难打，得等我们破败了才能好打一点。我又回来了，这我有点难了呀，我杀的可能费点劲了，杀不了了这鳄鱼。你不晕他跑啥？那鳄鱼刚才一个红度抠，直接把我抠死。其实刚才这波吧，稍微有点起杀心了，你知道吗？确实不好打。赶紧吃他几层塔皮，护点鞋了，更难打了。黄子来那波有点伤啊，有点伤，有点狼了，赖我有点狼了。好送，起飞了，兄弟们，剑圣送了。你们根本不知道这一波剑圣死跟我这意，在我这里意味着什么。这意味着我能打过鳄鱼了。先回家出装备。看着吗？他有船吧？这都没用的传送。拜拜，好闪，气气他，回家出装备。
真的，这武器大师要不是专业的呀，确实挺难打这鳄鱼的。你只要等到这鳄鱼出完布甲鞋，加上一个小冰锤，你出啥装备你也打不死他，来人干克都抓不死。中单莫干辣呀，这怎么四杠十了呢？出招吧！算了，这波在这儿没有意义，我们回上路。打个破败出来，这干嘛呀？挺能送啊。是有点膨胀了。剑圣来了，挺好，找到剑圣，让剑圣过来。别放技能啊，这剑圣挺敢来呀。干嘛？干嘛？干嘛？兜儿？哼，下喽！来个布甲孩吧。一血塔谁的呀？不是他们家的就行，不是这鳄鱼的就没问题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不要太送啊，兄弟们，看看这维恩331还行，万豪也还行，就黄子稍微吃了点的吧。那黄子的等级也还可以，那就还行。鳄鱼现在要没有防御塔跟我们打，肯定是打不过我们的。拜拜，开大溜了。等一等他，等他大没了的。继续跟他带啊，没事，这个塔我们肯定拿掉。死了，没有大你跑过来跟我打，作死。
么补兵老差一下就挺烦。这波上塔不拆了，肯定拆不掉，我们去把这红打了。哎呀，红没有，红没有，看看能不能拆个中塔啊。先晕走，把剑圣带回来，剑圣上当了，回家。看招，去下路带线。阿里奥也上当了，我是真没想到这波能二换二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干哈呢这也？我们直接杀的 ADC 啊！哎，他们是不是去打我们家蓝去了？瞅一眼啊！呀，这几个人挺有意思，他们啥也没干啊。现在该我了。走回家三项，差点钱。他没有大吧？他上边大交过了。Unstoppable， 这个鳄鱼送我人头，他并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，意味着我马上无敌。算了，这波不拆了。让我跳一下，等待去，继续等待。看招，把他们也算上。这对面又莫干辣又万豪的，我待一会儿，你们先别打啊，我这没有传送的，兄弟们。干哈呢这？这干哈呢？这挺有意思，跑回来追我来了。你是 ADC 吧？我记得，来，我们支援一波中路啊。鳄鱼呢？你干啥呀？你要一打五啊？你咋那么狠呢？
追踪。咋的呀这？我们家五个人，你要起飞呀？这直接就打开局面，知道吗？溜了，溜溜溜溜溜。走啊，2500无敌了，把他们也算上，三件套，我自己都能打大龙，现在先把这大龙眼照一下啊，看有没有眼，没有眼我们自己把大龙打了，没照到，再照一下，这也不知道有没有眼儿啊，先把蓝拿了，蓝不够用，算了，既然想稳一点，我们去下路吧，我把下路的线带了，俺们16级，打起来了，不管。这波打起来了，不管，乐打打吧，四换二，怎么打都是赚。我下路一带，我们那是不用管着都。拜拜，精神病，闪现勾我，我要不是怕你后边有人，我早就干你了，兄弟，你好像就一个人，你一个人出来干啥来了，犯病了，来我们交流一下病情，主要杀这个技能啊，体力不一定能拆得了，你给机器人套盾，沙漠干辣来，晕住，把那鱼杀了，哎呀投降了，老那鱼，个老那鱼，再给大家来个500块现金红包啊，想参与可以参与一下。